各位同心，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众议院潘良华潘议长演讲，请大家用热烈掌声欢迎，谢谢。啊，咱各位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啊，我叫做潘良华哈。那么，拄啊，咱听咱秘书长所讲的，咱过去唔捌台湾的真相。我迄个中华民国国民党来台湾七十冬啊，用假的历史咧甲咱教，拢甲咱欺骗，所以造成咱台湾人较像华人一个印象讲，哦，歹教好骗，啊，结果台湾人六十几年来吼，嘛敢那惯之惯之啊，哄骗了敢那惯之惯之，哦，啊，所以即个。台北市长柯文哲去选到，哦，去哩。过去咱拢自认为讲，咱敢那低，遐中国人给因一顶，因拢自称因叫做高外人哦，高级外省人，拢伊咧管咱。结果伊是三流的人咧管咱一流的大日本台湾人，所以这个科比一个去哩，我敢那像一个照妖镜。过去中国人都上高贪污的，日本时代无咧送红包，单鱼来了，哦，演讲的时咧向咱台湾人演讲讲，因无咧收红包，哎，哦，讲了个敢若袂出真的呢，叫因中国人来台湾拢穿迄个中山装无，六底拢贵啊，佮足大个，佮有迄个扣颈的，会当伸缩的无？这两个爱卡滚两个，迄种咧地地红包用的，哦，所以，但是咱台湾人听到伊咧讲红包，红包是啥唔知啦。到尾啊去，迄个公署吼，就公务机关咧办代志，户政事务所，哦，还是定工作、乡工作咧办代志说，哎，有些咧请啥物，哦，比如你若要做生意，爱请商业登记。唔，原来拢袂过。原来有人就讲，哎，你哪里送件，内底爱夹红包，哦，较微啊，较开始一个送了就水过。啊，较知影哦，红包真好用。啊，中国人的法律，哦，立法专书安尼一本接一本，定价安尼足严的。啊，伊若有送红包，就伊就通放较灵，互你过。无送的。迄、那个文件拢伫抽屉内底，袂甲你写，袂甲你签，互你过啊。啊，所以自然久了，台湾人就知影讲，哦，若要去公务机关办代志，都是爱包红包。啊，即煞，敢若就是正常诶。因中国人嘛收了正常，因中国就是安尼啊。啊，就是贪污腐败，哦，毋该要赶去台湾来，哦，走路去遮来哈、哦。所以咱今仔来遮。就是要来捌一寡真相哦。啊，那么我就叫我所做这简报系统来向各位做报告哈。后来咱从台上来看这个标题：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这个标题，为遮看你就知影讲，咱是无正常，所以才来要求要台湾地位要正常化哈。为这点你就知影，咱无正常哈。那么变到正常啊，咱一步来看。首先，咱来复习哈，法律上台湾近代主权地位的变化，啊，简单做一个小概哈。第一个就是讲，台湾是因为1895年啊，因为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啊，大清战败啊，日本天皇跟大清皇帝签一个下关条约哈，依照下关条约，按中华民国拢爱写马关条约。啊，这所有的国际条大部分拢是用一个地名，你伫对来签，就是迄个地名。啊，你伫旧金山签，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哈。啊，这伫日本的下关所签的，所签的，所以叫做下关条约。为大清的皇帝，根据这个条约合法取得台湾甲澎湖。哦，国民党过去甲咱改历史公写，日本确占台湾有无？哦，足敢讲的。家己拍小阵建树人，哦，
修建建筑要赔钱嘛，哦，啊你无钱赔，就是挂土地嘛，哦，不割地就赔还，哈，啊你若无钱，你就挂土地给人，好 ，OK， 好，第二个，1952年，啊，日本政府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好，注意，那么台湾甲澎湖主权还佫伫日本天皇的手里，哈，拄仔咱譬如有讲。日本天皇有台湾的主权，那么日本天皇拥有台湾朋友这个土地，但是伊无可能亲亲来甲恁管，所以伊委派总督，哈、哦，来管咱台湾，而且总督就是握有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但是因为日本战败，所以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比如咱的土地。咱土地有分地上权、甲所有权。比如你有一块土地、一家地，啊，我先请教，有上过高级班，啊，再来上初级班的举手，我看嘛，几个？好 ，OK。那么，你若一家地，啊，你要租一年哦，十万块，那么我来给你租五栋，好，啊，我五。50万付予你，啊，咱签一个合约，签合约生效迄天，就是你放弃你迄个一家地顶管的地上管辖权，吼、哦。我判量我要带顶管种什么果子，要种啥啊，种奶子，种往来，吼、哦，都拢我来管理。但是我跟你签约无办过户嘛，土地所有权证要搁在你手里，名嘛要你的，所以你拥有所有权。就是咱咧讲日本天皇迄个主权，那么地上权你已经放弃五当好啊，我伫顶管要种啥就在我种，吼、哦，迄、那个叫做管辖权啦、啊，哦，迄、那个土地变我咧管啦，我要种啥就我咧管理啊。但是五年到，你若不爱做我，你就又把地上权佮收转来，吼、哦。那么即马是安怎？到目前台湾还佫。这个管辖治理权要放弃在美国手里，就是这个战争在日本还没行，琉球已经行了啊！啊、哦，等下好讲哈，咱、哦、今麦先讲到这，等下下开会讲到哈，讲、哦、到琉球。好，那么目前台湾甲澎湖还搁在主要占领全国美国军事占领中，啊，这是这句话，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里底所讲的。那么目前台湾还佫依照美国台湾关系法委托台湾伫咧当局，就是以前的中华民国代理管辖中。以前中华民国伫1979年还袂跟美国断交之前，美国还佫承认这个中华民国，但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了，美国关于用一个台湾关系法来保护台湾，哈、哦，来管台湾，啊。台湾关系法里底所讲的台湾治理当局，就是你嘛，即马来咧讲台湾，台湾就是咧讲这台湾治理当局啊。啊，但是无论你阿扁也算起来也好，还是你连位算起来，拢总属做台湾治理当局。好、啊，特别再搁讲中华民国，因为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了，美国的国务院通令所有的驻外领事馆啊，是大使馆，袂使。参加中华民国官方的活动，袂使跟中华民国官员哈伫公开场所哈做会哈。OK， 好，这基本的咱了解一下哈。好，那么过来咱来看咱台湾的足侪问题。那么首先咱来先知讲，到底咱是啥物人？因为你若无了解你家己的身份，你是啥物族群？你是对一国的人？你如果都不知道，你会认贼做老爸。那么现在台湾号称有2300万人，其中差不多300万人是正港纯的中国人，就是中国走路来台湾，包括伊所生团的在第二代、第三代。那么剩的2000万台湾人，有一半认贼在做老爸，这就是安怎讲？拥有85%的台湾人，总统大选拢大部分拢会输。输迄个15%的中国人，迄、那、足、個、奇怪。2000万的台湾人
选举选输300万的中国人，这就是其中2000万的中台湾人一半，1000万跳过做中国人，所以因遐迄边煞变千三万，咱这边存1000万，较选咱嘛选输。台北市阿扁啊相关票嘛摕到差不多45%，爱是三卡都迄阵黄大洲、赵少康两个跳开，国民党跳开，阿扁啊较三卡都较赢着。你看阿扁啊，迄一任做了4年后，要搁连任，满意度78%，到尾80%，竟然选输马英九。我都比如顶讲，遐个查甫看到马英九迄、那个吼、哦、面安尼马脸长长安尼吼，会敢那真有吸引力安尼吼，啊，所以又选着。好，咱即摆来看，咱台湾人，我甲分做两大族群啦吼。这个沿海，这个浅黄绿色，这个哈，就是北部族。那么，这个土黄色这边，这个哥沙族哈，咱较早拢咧讲九族，哦，九族温暖村，那个山顶的山地原住民。那么，你即马进前山地原住民，你甲讲山地起码就无好。啊、那么其实日本时代是叫因遮叫做高沙族啦，吼，高沙族，塔加沙口哈。那么其实这个平埔族有14族了。那么所有目前中华民国有承认高沙原住民族，哦，半年前有14族，即马佫有加2族，哦，拢总已经。有16族啊，所以你若讲九族文化村已经无啥对啊，已经有16族啊。那么加迄2族，人口拢足少，拢几百个啊，吼，一个卡纳夫，迄族啦，啊，另外一族，我等下迄图片来讲吼。来，我咱即摆先来看，平埔族嘛有14族，但是较主要差不多10族吼，咱来看，宜兰有一个克马兰族。有一个克马兰客运，哈、哦，好、哦。那么台北地区，哦，到一部分的桃园，有一个凯达格兰族哇，阿扁也选到总统2000年选到，就任了，就把总统府头前那条接收路改名，改做凯达格兰大道。所以即马若要抗议，要向政府抗议，拢会去凯达格兰大道办，好、哦、抗议演讲。过来。桃竹苗家有一个道卡斯族，哈，道卡斯。过来中部、彰化、台中、南投，甲一部分的这个苗栗，才有3族伫这个活动。有一个巴泽海族，哈，啊一个马布萨，一个帕普拉，这3族伫遮。那么分林家己才有一个红安雅族。过来上大族一族叫做西拉雅族，台南地区的哈。那么西拉雅族是上大族边埔族的哈，啊，伊有两个支族，一个就是1999年8月7日莫拉克风灾又灭村里迄个哈，土石流小林村有无？迄个叫大满族，迄是我那西拉雅的支族。那么够一迄族是较小族哈。那么，佫有一族较大族，原来西拉雅族是高滨地区的马卡道族，我本身就是马卡道族的后裔哈。那么，这族另外伫这个图也无标示出来。那么，马卡道族是伫这个谢长廷选到高雄市市长，哦，伊为着要纪念迄个阮这个马卡道族，所以伫高雄市有开一条路，叫做马卡道路。来纪念阮马卡道主，哈啊！这个伊伫这中关线的边啊，哈，我这中关铁路的边啊，开这条马卡道路，哈，纪念阮这个马卡道主。啊，这个马卡道主真少人知，啊，我今物甲你讲，变作记这个名，就是马英九卡在平交道，火车来弄的包死的对吧？我就是去做的，哈，安尼你就记起啊，哈。那么这张图，哈、哦，族群的图，这个较新。
你有一个卡纳卡纳夫族，记得不？哈，这组我记起来，啊，那这组该记我，我拢记拢记拢袂起来。我搁来说，拉阿鲁瓦族，拉阿鲁瓦族，这是因高山原住，不，因原住民的这个塔夸的哈。啊，那其他哈，原住民族的有，因为活活族、泰鲁格族。啊，一个撒奇拉雅哈，阿米族哈，卑南族，啊，卢凯族，佮有达悟族哈，啊，泰雅族都拿新德，佮宜兰，这个泰雅族，那么包括这个赛德克族哇，第二个是赛德克族哈，哇，赛德克巴莱哈，有去看这片的研究我看麦，哦，袂歹哦，哦。哦，真精彩吼！咱的高沙原住民族真正战斗力真正有够强的吼、哦。这莫怪大清也唔敢管，大清就那个沿伫这个山边吼，拢有或者人质关了吧？就是你平地人，你若到这山边山卡，你就别那迄个人质关有彩排你啊，你就别再搁里边。你若入去迄个原住民族台语，嘿，大清无甲你负责。包括日本人来台湾来接管台湾了，哦，伊嘛毋知影讲原住民族吼，才有战斗力，因为原住民族本身就靠这个山场内底，迄规个中央山脉等于因的冰箱就对啊，要食落去用陷阱掠，还是用弓箭射，用长矛射。啊，不呀，这个外国人哈、哦，荷兰人，因来了有开始有步枪嘛哈，为、哦、了猎枪。那么你看，因原住民族作早就有咧用猎枪啊，哦，所以大家啊，猎枪的枪支算介贵啊，所以大家拢嘛爱练个准，拍都百花百中，飞拍起都爱飞死即伤哦，这个动物一定爱抓起来。所以日本人要来看。原住民要修剪，哦，那听到枪声就倒一个日本兵，啊，你看这，哦，枪术哈，大家拢作准嘞。所以，因为这个赛德克如何日本兵哈、哦、吃尽苦头了哈、哦。好，那么，咱来看讲，平埔族有一挂特征了哈，比如你哪里把你的手弯起来。啊！你手这手只有一旋这个，哦，就是平埔族的特征之一。哦，你把你的手掀开看，哦，啊，过来就是你的脚尖头啊，哦，上细支的，一支然后必旋的，还有那马卡，嘛，这个平埔族的特征之一。啊，过来就是你的面部啊，哈、哦，就较这个深邃哈、哦，就是讲轮廓较深的。啊，是有双眼皮，啊，过来肤色哈、哦，像我这型的，乌无乌人遐乌，白无白人遐白，啊，就红差不多十一分色安尼吼，小可超一大色滴色的，我这个呢，平埔族的特征之一。啊，过来用风俗习惯来看，你若嫁娶喜事，无顾坐大位，这就是平埔族的特那个风俗习惯。啊，过来女孩子。那怀孕生仔了，做未来爱食麻油鸡酒，哦，这原来是风俗之一。好、哦，过来，哦，食槟榔。现在咱的本土台湾人早期拢爱食槟榔。台湾就是那个哈，瘴疠之气足重啊。第二就是足侪迄个病毒嘛，过来有迄个湿寒。台湾啊，五度啦吼，堪日本的五度，好，台湾寒到死时阵。咱第一期都差不多四年前，一月十五我会记的，迄天拄啊六度啦。那么迄阵嘛有日本人来受训咯，因寒到死时阵啊，我本来想讲因日本人住伫寒带所在，一定足会堪日会冻寒啊，结果。比我伫屏东来吼，我算足惊寒，你看我来拢爱加套一件大衣，
就是我今仔我咧开车要来坐高铁的时候，我车还阁开冷气咧。吼、哦，你看南部高屏地区足温暖的。那么日本人来，就还阁用迄、那个迄、那个电热器吼，在边啊个烘呢，无因寒啊冻袂了。就是咱遮的五度、十度阁会降，所以咱会讲会冻到日本，真正是冻到日本。吼、哦，台湾湿气冻，所以台湾人早期。得爱去食槟榔来得驱寒，过来驱虫，吼、哦！你因为你做滴物件早期吼无冰箱，你食食无遐清气吼、哦，你若无靠槟榔的力吼、哦，杀菌啊啊个驱寒吼、哦，你身体冻袂掉，吼、哦。好，过来咱来检讨，即马就是讲头拄仔你遐讲就讲，你有遮特征了，你都想看卖，咱毋是中国人。哦，咱是本土台湾人，咱是南投语系的哈。即、哦、马有一个文献是报讲，南投语族的这人是为咱家做发源地，往南太平洋传送的哈、哦，去到密克罗尼西亚遐哈，包括这个毛利人哈、哦，纽西兰的毛利人有一挂关系，跟咱南投语系拢有关系哈。过、哦、来，咱来检讨讲，那么是安怎？咱会摕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咱都唔是中国人，啊，那咱都台湾人，那会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啊，这就是原因，就是1952年日华台北合约第十条规定了哈，这是较健康的这个文献哈。那么日华台北合约，伊的母约哈是旧金山合约，啊，咱即马来看。就本约而言，中华民国国民应视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甲澎湖所已经实行或将来可能实行的法律规章，以自有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甲澎湖居民，以及前属台湾甲澎湖的居民甲伊的后代。你较奇怪，即。都已经有一个台湾朋友，啊，再佫讲一个台湾朋友，佫一个前属台湾籍朋友之居民及其后裔，什么意思？即个开始咱正港咧讲咱本土台湾人，正港的台湾人。你来看，伊家有写一个市委，你去马英九咧做台北市长咧讲高山的迄个原住民族咧讲，我把你们当人看，有无？伊其实心内就是讲，恁唔是人，我。暂时把你当作人看，我还要把你们再教育我。伊啊，咱家嘛就被视为中华民国国民，吼、哦。所以咱唔是嘛，咱是暂时去当作中国人咧，甲咱管，吼、哦。所以咱唔是，吼、哦。所以为只看你就知影，咱唔是中国人，只是暂时。蒋介石讲的，伊去甲东京的迄阵麦克阿瑟伫东京，伊派人去甲讲。因为迄当时1946年1月12日，用蒋介石因用行政命令，把所有的台湾甲澎湖的人，本土台湾人，拢用行政命令甲变更，讲咱拢变中国人。啊，伊美国甲英国的外交部拢发电文抗议，台湾还未签和平条，台湾要何去何从，要交对一个国家拢还未决定咧，你哪会讲改变国情？蒋介石知影理亏，所以观音派代表去东京，甲麦克阿瑟说明讲：，无啦，我都为着要管理方便，所以暂时间我那当作中华民国国民来管理安尼啦。哈，啊，所以伫旧金山和平条约，1952年旧金山和平条约是4月2日被生效，但是在等个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迄天了。他伫美国的强烈主导之下，要求日本你爱看伫台北的这个中华民国来签日华台北合约，因为伫台北签，所以叫做台北合约。而且签了，还佫等到8月7日才有生效。好、哦，所以日华台北条约是爱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了，佮要3个月后，哦、台北合约才生效。好、哦，啊，迄个规定讲，咱是暂时。被视为中华民国的国民，好，乌家来。但是，那么，暂时咱摕到中华民国国籍，啊，不呀，咱比如讲，哦，
八当前去告美国，啊，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判咱台湾人无国籍，哎，奇怪，啊，咱看是安那无国籍，原因就是1952年年初旧金山和平条还未生效进前，日本的法院就取消台湾人日本国的国籍。咱的爸爸妈妈、咱阿公阿妈是日本国的国籍哦。啊，介奇怪，你甲想，美国人啊，娶美国人生的囝，美国人；日本人娶日本人的女孩子生的囝，嘛是日本人，对不？哎，奇怪，阮爸爸妈妈都日本籍的日本人，和因的同学呐，咧同学会，拢嘛拉入去。那现在我变中国人，嘿，奇怪，都敢那讲，到看到结婚生个囝应该爱到，结果唔是他生只滴出来，迄条唔对啊嘛吼。原因就是，过来咱来看，咱的日本国籍许日本的法律取消掉，过来，1972年日本去看中华民国断交，看阿强啊建交。好多签迄个日华台北合约失效，哈、哦，本来咱取得中华民国国籍，哈、哦，好多这个，好吧，而且因为暂时取得中华民国的国民这个国籍，啊，结果因为已经日本人跟中华民国断交，所以这个条约失效，所以中华民国国籍也无，啊，日本法院也跟咱。日本国籍也取消，所以咱商品拢无，所以美国判讲咱台湾人无国籍，吼，就是这个原因。好，那么台湾人潜在国籍伫倒位，要安怎恢复？真简单啦，咱就大日本国籍啊。只是讲要安怎恢复，吼、啊，这我来讲到琉球反乱模式，哈、啊，拄好我来讲，等下讲到琉球，哈、啊，就是这个。琉球1945年4月7日，希尔尼米兹上将，哦，伊迄阵太平洋的总司太平洋舰队的总司令哈，阿麦克阿瑟是太平洋战区陆海空军总司令啊。那么尼米兹派伊航空母舰战斗群去攻打琉球啊，迄阵跳岛战术哈，闪开台湾直接去打琉球，那么。无三个月，就把琉球占领落来。占领落来，琉球人变被美军占领下，有琉球民政府。那么琉球人，若要等于这个日本的四大岛，爱向美国的琉球军政府申请旅行证件，爱发这个旅行证等于护照意思，才会当等于日本的四大岛哈。那么琉球一直到1969年，哦，迄阵日本政府已经因重建也好啊，算赚较有钱啊。哦，日本人做电子零件做够做，吼、哦，迄阵收音机啦、手提录音机有啊，卡面啦、手表啊，像讲咱的手表啊，较早手表上有名就是迄个瑞士的劳力士哈，劳力士。啊，加什么浪琴表，迄拢好，迄拢足贵的。但是迄个日本发明迄个石英表有无？好，叠一个遐个工具还蛮多的。因为石英表比较准啊，一粒电池倒咧五档，免单准发条。你落咧，你若伊个机械表，你加下咧两工，你若无加挂吼，无加害吼，嘿，都袂惊咧。石英表你加下咧下五档，佮伫咧行。所以我35档经。第一开去日本后，我第一个就是去买石英表，哦，够准的。啊，迄阵一粒电池就是动五档，我35年前就安尼，所以不怪迄阵的日本手表打遍天下无敌手啊！啊，所以日本人赚到钱了，日本政府有钱啊，就去跟美国政府参详，我要赔你偌济钱，你卡要甲琉球还给我日本？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迄伫个头41年前。1969年，日本政府准把这条钱赔予这个美国，因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根据琉球返还协定，伫1972年
五月十五，美国甲琉球，包括尖阁群岛，就是钓鱼台，拢献给日本。所以钓鱼台是日本的，我、哦啊、台湾人会受气啊。嗯，钓鱼台唔是咱台湾的吗？钓鱼台较早是宜兰的管的啊，宜兰的头城哦，的行政区啊，无唔对，钓鱼台是台湾的，无唔对。但是你莫忘记，钓鱼台是台湾的，啊，台湾什么人的？日本天皇的啊，你算唔是钓鱼台嘛？是日本的，哦，安尼则搞清楚啦哈。所以中国人袂见食马英九，你讲保钓运动，哦，讲自古外久外久以前，哦，钓鱼台是因的啊，伊拢甲人骗，是唔是你的？所有观众提起来看卖嘛，对吧？好，所以咱应该要根据琉球反弹模式了哈，因为既然已经美国政府甲钓鱼台嘛，包括琉球拢献给日本啊，自然日迄个琉球的人就搁摕到因日本的国个国籍，啊，咱台湾嘛爱学琉球模式，或者台湾反弹模式，咱来要求咱的母国日本政府去跟美国政府协商，讲。啊！你我爱赔我一个钱，予你美国，你较要嫁台湾，甲平和还我日本，这个叫做战争债，听有无？你当时咱1941年，吼、哦，迄当时356去奇袭珍珠港，当时嘛为高雄、屏东的飞行机场，日本的零式战斗机，哦，三菱重工所发明的这零式战斗机。嘛去飞去到迄个菲律宾的马尼拉，迄阵拄啊麦克阿瑟将军底下做总司令，哦，把伊个克拉克空军基地的飞机炸个密密麻麻，还迄个麦克阿瑟失去菲律宾的这个制空权，伊无飞机起来保护嘛，所以失去制空权，连伊都制海权也无用啊。遐个舰舰，美国舰舰无飞机保护。在咱的零式战斗机来轰轰炸，所以菲律宾三四个月就去予日本个占领起来。那么其中一个就是足重要，就是咱的高沙义勇军。迄阵要个高沙义勇军，要毋是算日本军哦，毋是正式的，等于是志愿军啦吼。咱只高沙足够少见，尤其是这个丛林战，热带丛林战。日本人对这个热带丛林战是足寒慢的，因为因寒带人嘛，来到这干那热吼，热到都衫裤脱了了嘛，还去流汗。但是咱高山的作用的吼，身躯派一支反刀就趁去在丛林，见几啊个月啊，免后勤补给啊。日本人迄阵有咧烧钱，迄阵的通信无遐迄个无线电有无？有时啊，隔一个山，就信号就拍袂过啊。有时啊，跟咱的后勤补给对袂到，失去联络。啊，失去联络，迄个粮食补给袂到，变啊，迄个要死呢。好佳哉，咱的高山原住民足厉害，会晓做陷阱，会晓掠一挂动物来提供蛋白质的来源，嘛会当知影讲，啥物款的植物的叶啊、新的价值。啊，什么款的植物会较有根茎，会当挖来食。所以，咱的高山救助着日本军。所以，像日本人遐第二次世界遐日本军吼，足感染遮个高山遮个兵吼。那么去拍菲律宾一个基地，美军的基地，伊按照讲后壁高山，啊，迄无可能有人围下来，敢若过头前三面平地。唔知咱高沙义勇军真正背位后生，落来个奇袭啦，敢那天降神兵，还在美军的这个部署拢乱去的对吧？所以迄两万几个美军，迄个日本军甲俘虏起来，吼，甲奇袭成功，而且咱高沙义勇军，伊咧爬山吼，你敢那咧行平地同款啦，吼。好，所以咱来学琉球反弹模式，我那要求。日本政府哈、哦，这个战争债哦，甲美国讲啊，我当时
去甲恁拍，甲恁飞机炸歹，甲恁船啊炸沉的，啊恁的美军也死啊侪，这有这战争在，这爱赔嘛？你当初去讲奇袭珍珠港，啊这敢那秘书讲，人美国人都塞车伫头前好势好势，啊你无抓无住，为阿爸讲弄起哩，有无？咱若敢那讲车，你若为阿爸讲弄，无改。绝对后壁直接爱讲赔，啊，同款啊！美国都人好些好些，你向迄个，甲弄个密密麻麻，啊后尾啊，你证书，你当然爱讲赔啊！啊，你无赔，就是甲台湾骗哦，当作抵押品，抵押伫美国手里，所以咱台湾进了个僵压伫美国的手里，哈，就直接讲呢，啊，袂摕钱去赎回来，敢那一个表啊，我若欠钱，我摕来当点当。等三个月，这三个月，当店的头家还搞表啊过好呢。因为三个月来，我若有钱，我提现金要来输回去。你莫讲我钱提来要输回去，讲歹势呢。我台湾甲朋友，伊有迄个罗马阿强啊，手痒呢，这你讲袂过。所以现在台湾朋友，这块被占领所在，这块土地是占领军，你还搞负责过好。我日本政府若连工有钱，我要来讨回的时，你爱我提钱来，你爱台湾朋友爱行出来。所以台湾的甲朋友的这个国家安全，不是国家安全哈，这个地区占领区的国防是占领军美国你要负责哈。所以咱唔免买武器，嘛唔免去做兵，去做兵就牵涉到效忠的问题。咱的爸爸妈妈因去待。是咧，跟中国军咧修建的吼，日本军是跟中国军咧修建。那么，战后美国派蒋介石的部队来管台湾，说叫咱台湾人去建去做中国军，这逻辑错误呢？你讲美国去占领琉球的时候，敢有叫琉球人来做美军？无啊，因为效忠问题呢，琉球人绝对效忠天皇啊。你叫琉球人做美军？发美国武器，伊都要摕你的美式装备来拍你美国人嘛？伊无可能效忠你美国嘛？同款啊，美国2003年，对不？伊美联军去甲伊拉克拍败，甲海山吼拍败，敢有叫伊拉克的人去做美军嘛？无啊，效忠的问题啊，伊拉克的人效忠海山啊，你叫来做美军发 M16给他，他拿 M16 给你打，对不对？这逻辑不对，所以我们没，照说我们不能替敌人做兵啊，我们看到修建的，他是中国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去做他的兵，我又做得很公平的，我们这种公共，早期还有排彩带有吗？什么服兵役是，什么人民，国民的义务，那么国际有分属地主义甲属人主义哈，欧美先进的国家拢是属地主义，所以属地主义就是讲，这个富人人只要伫迄个国家生落来的囡仔，自然取得迄个国家的国籍。哦，就是你伫美国，啊，你台湾人你若拄好，怀孕啊伫美国生囝，你迄个囡仔自然取得美国籍。啊，你若伫美国飞行机顶，还是美国的船啊顶所生，同款拢摕着，自然摕着美国籍，哈，这是属地主义。属地主义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你囡仔大，你自然会爱迄个国家，因为你伫迄个国土生落来，你自然大，你会爱迄个国家，你会保护迄个国家的环境，你袂去生产一挂有毒的物件、有污染的物件来污染迄个土地，哦，来损害迄个国家，哈。那么属人主义就较俗。东方儒家思想，人家好啊，这个就是父权思想，就讲这个爸爸不能搬去到对做生来囡啊，拢总要个叫做华人，哦，因中国系统是安尼，所以华人就早期美国的大西部咧大开发的时候，哦，为福建为广东请做着华工，哦，华人的迄个工人。去美国去做铁路，去铺桥做路，做好了，遐人无钱，等来到因中迄个台清，
结果因就准就地底下落地，哈、哦，继续底下住了。啊，中国人遐遐华人拢会集中伫一个所在，叫做 China Town， 好无？中国城。那么所谓 China Town 就是伫迄个所在，迄、那个地区上治安上歹、上落后、上泰戈脏乱的所在。因为中国人只洒门前水雪哈、啊，不管他人瓦上霜，就是讲，因个国家的好了啊。所以做滴中国人有钱的吼，你嘛哦，虽然开中国的车，但是一个习惯，那食这物件，本就拢往外丢，好不好？就是这款歹的思想啊。好，咱即马过来看，咱台湾人的血统。足重要，咱即七十年来，迄、那个国民党家拢一半的人拢走去要做中国人。啊，其实咱来了解讲到底台湾血统是安怎？咱来先看即句：有登山讲无登山嘛？安尼像听起来敢那拢对吼？因为过去拢登山过台湾，心肝结归完，有听过即句无？像你甲听到了因为较早大清吼拢白卡嘛，所以女孩子的行动力拢较歹，啊，迄阵女孩子嘛较柔弱吼。啊，那么但是大清甲电信公消灭了，有宣布海禁吼，你若无大清的派令，你袂使来台湾吼。所以那有登山公来台湾呢，啥物原因？第一就是派来遮做官，啊，剩的呢？招罗来嘛，就是可能作奸犯科，啊，捕快被他抓，过来就是跋筊，哦，欠人钱无还的，还是花仔钱无纳的，哦，白白的招罗的，招去台湾来，所以有登山公这句话是咧安尼讲的，表示因拢独一公派来做官，剩的拢是。派地路的哈、啊，那么无阿妈就是讲，因为女孩子白卡活动礼拜，所以也不来，所以像我听敢那对的，其实这句嘛唔对，改成听个敢那所有的台湾的阿公拢是登山来，唔是哦，咱台湾阿公足多啊，尤其迄阵台湾是母系社会，母系社会就是查埔的做火长啦。查某拥有家庭的发号施令权跟财务权拢伊咧管的。啊，咱有听过一句话，叫做“牵手”吧？牵手，你莫就是讲是查甫去牵查某的手，唔是哦。早期咧讲牵手是查某去牵查甫的手。啊，佮有你听有一句叫做“招翁”对吧？那是女孩子看这个查甫。引导哈，有介伊牵查甫的手，招伊回来做晚安，招安是女孩子主动，女孩子是母系社会，台湾母系社会是家中是虎长、家长哈，是一个家庭的主要的人物哈。啊，你甲想，迄阵的登山人走路来台湾呢，无炸什么财产来。来到这第一有工做工，无工创啥？做乞食嘛。哎，无厝啊，拄来无厝要住底，迄阵就住庙宇。啊，庙宇迄壁是毋拢围十八罗汉，好无？伫个十八罗汉的下骹，所以因叫做罗汉卡。有听过这句话未？就是乞食的意思啦。哎呀，罗汉卡就是乞食啦。啊，你甲想咱？母系社会台湾女孩子讲会去嫁迄款的登山公、罗汉卡，困难嘛？除非讲，这个罗汉卡真正生了作烟斗，像刘德华还是金城武安尼。啊，台湾做囡仔，老娘有钱啊，我都欠一粒烟斗啊送尔，啊，无要紧啊，牵伊的手，招伊转来做晚人，啊，都做新衫裤穿，哇 ，OK 啊嘛。无啦，弃用啊，不是讲弃用，诶、欸，都那
一两个月，我感觉也无遐讲切，遐够做工课吼。安尼，咱早时啊，迄个查甫的吼，即长山即个，若出去外口做工课，伊女孩子会当甲伊的家当收起，用草条包起来，还是用长巾包起来，甲等在门口，等迄个长山的回来，看到伊的家当用等伊门口，伊就知影他被羞辱了，你知道？迄阵的女孩子是有主动权的。叫你回来做官人，啊，若袂瘾嘛，甲你修复呢，哦，所以呢，母系社会查某的吼，足有权威哈。那么登山公来台湾，十个来哦，六个死，三个留落，一回头。哦，啊，你即马来甲看，现在六个死，边境啦哈，就是因阵来要偷渡来，嘛爱三两只船吼，招招做伙互相照应过来，但是。迄阵的船拢足细只，台湾海峡风浪足大，所以风浪一个滚咖落到底吼，就掀船啊，就拖啊，拖到打结嘛，拖了了。吼啊，船顶的迄个水无清气，三四天后有的水臭酸也歹也，内底生菌啊。你啉水绝对漏塞，脱水，脱水嘛爱死，好不好？迄阵无啥物药啊嘛，所以伫船顶就死，差不多死六个去啊。啊、所以上花了，第一个工作要做啥？就带这尸体嘛。啊、所以带，我这只轮啊带好啊，问啊，恁台湾袂？啊，问迄只，啊，你台湾袂？所以台湾的地名安尼来，啊，捌听过无？哦，啊，你台湾袂？哦，这台湾的一个名称有一说是讲安尼来，好、哦，好。那么三个留落来。敢有影会活落来？咱来看这个1874年牡丹社事件做例。牡丹社事件就是因为日本琉球的渔船啊，吼，宫古岛渔船啊，啊，因为拄着船难吼，拄着风浪啊，结果因为东大东吼，东海湾那边登陆起来吼。啊，因为五岁煞有迄个屏东南排湾族的高沙族甲台死吼，剩十二个吼，台死敢若五十几个，台死剩十二个台无着，迄个平埔族保利社遐个人吼，保利遐个人甲搭救救去凤山府城吼，啊转送等于日本，所以日本政府向大清抗议讲，啊恁。台湾的居民，那台湾日本人，大清甲回报哦，大清调查了讲哦，原来迄是高沙族的，伊甲回报讲哦，迄是化外之地哦，迄种番啊，哦，迄毋是阮咧管的，非我所管辖哈、哦，来推卸责任。那么日本佫甲发文，好，啊，若毋是你所管的所在，安尼我要起兵，要来甲讨伐，因为迄阵。日本都啊有明治维新，去欧洲，吼、哦、英国有一挂这个陆战的作战的迄个新的技术、战术，啊咧找无所在实际练兵，都啊利用即个，所以派3000个日本军，就为这个车城的海边吼、哦，有一个叫下寮迄个所在，为啊登陆起来，就看咱的高。南排湾族牡丹社的原住民族的，伫这个石门古战场，吼，底下开始修建。当然，日本是正规军啦，哈，因个有军医来，所以因的武器较好、较先进。哎，就那咱的高沙都敢那有单发的猎枪、甲弓箭、长矛呢。日本有机关枪、有正规步枪啊，也有山炮。但是日本军啊，那战甲或者惨胜安那，你日时啊战，日本军呀，到暗时啊游击战吼、哦、夜战，暗时在小战，那个高沙义勇军来无影去无踪，因走路无声，吼、哦、啊，所以等你发现他把头壳落落来，所以这个吼、哦、日时啊日本军赢，暗时啊是高沙赢。所以日本军尾下阵，二时啊天光就开始战，战到要到一个部落，赶紧把迄部落的
迄草厝，迄阵拢草厝吼，叠个厝，茶个厝，放块小小个观音车兵出来。但是伫遐日本人袂堪你热病吼，因为恒春迄个地区或者算台湾或者热带雨林区啦，踮伊一波时啊，就西北雨雷公司来变变叫，啊，连袂阁出大日头，忽冷忽热，啊，台湾蠓虫阁足济。有蠓啊，定着着登革热，火神飞去沾着伊个物件，对无？迄火神做啊去沾腐蚀个肉，迄脚拢全困，沾着你个便当，你食个物件，日本人食拢流屎，都着可能啦，马里亚啦，有诶无？即个病吼，敢若啊，迄个蛇加是迄，迄个蠓虫不死个，破灭死个，小钱吼，伊三千个来，小钱死个。超五六十个，破灭死的吼，讲五六百个安尼，所以是叫做惨胜啦。总共拍完以后呢，惨胜。啊，你甲想，日本有军医来的呢，遐热病阁治袂好势。那么你甲想，这三个登山工，三个留落敢活落？困难，上计我看活一个。所以因伫台湾要留偌济中国人，大清的基因落来足少的吼。好，时间的关系，我刚刚讲清朝教咱台湾人漫画，吼、哦，叫咱来学因的语文啦，吼、哦。啊，你若会晓因的语文，吼、哦，咱早期拢叫做大清嘛是依照迄个郑成功因用闽南语做官方语言。是安怎咱即马拢讲闽南语？就是大清，毋是大清。电信公伊要反清复明哈，那么伊先为闽南地区，漳州、泉州、厦门、金门，伫迄个闽南地区招兵买马，啊为金门的廖罗湾誓师起兵来拍安平哈，把荷兰人赶走。那么赶走了，迄阵电信公的军书叫做陈永华。咱只有人住台南的嘛，台南市的，啊无吼。陈永华就是伊的军师，那么甲荷兰人赶走了，陈永华伫台南就起一间孔庙，哦叫做全台所学有无？伊伫遐用闽南语咧教四书五经《论语》，啊所以闽南语煞变。台南地区的官方语言，延伸到尾啊，这个官方语言，大清咧统治是继续用闽南语的，为福建的南平这些漳州、泉州、厦门这些派官员来管台湾，拢继续用闽南语做官方语。所以安尼已经到即嘛，电信公到即，差不多383栋。啊，你看、哦，日本人来管统治台湾50栋，就甲咱老爸、咱阿公迄代。语言拢变去啊！阮爸爸妈妈因个同学会就拢拉进去啊！吼、哦，那么中国人建后来台湾，强迫咱爱学北京话，好无？讲着国语，咱即马大家北京语嘛拢下下着，嘛是吼两、哦、三代就甲咱个语言拢都变掉个。即卖囡仔，你欲自细汉幼稚园去幼稚园啊？讲老师也不讲北京语，你拍开电视的幼幼台，嘛是拢北京语，无台语的卡通呢。所以因只囡仔自细汉就离北京语的环境大，所以你咪叫北部只个囡仔，你叫讲闽南语讲看嘛，拢讲到拢超连带，吼、哦。所以咱的语言呐，互相改变。过来，你若会晓因的语言。平埔族的，你会当做统一官、司礼官，安那？啊，比如西拉雅、台南地区的西拉雅，你若要讲闽南语，你会当做统一官，伊会当吼，互你较好个待遇。那司礼官佮司姓，哦，像我个姓，我姓潘，我个姓就是司姓。大清个官员来到阮个部落，啊，就问地方官，啊，因这拢姓啥？地方官讲无啦，因无姓呢。啊，这清朝这官算有学问，就赐阮
先判讲，因为阮的祖先拢开住伫溪边、河边，你要洗物件、洗身躯较方便，所以师傅说讲住伫水边的番，哦，三点水啊一边番，哦，我姓是安尼来的，哦，啊，这个袂歹呢，因为你做三点水，下骹有田嘛，哈，有水有田，你切正甲布了，发稻啊，会发米有啊，哦，袂歹嘛，哈，顶悬搁一片啊，漂漂的台湾人，哦，啊，袂歹啦，哈，这个生袂歹。那树冠生，搁树竹破坏完呢？哦，我那讲迄阵中国人来了有做竹破，我提个讲，但那公关是福建迁居来台湾的，无公关是福建的对一个关、对一个区、对一个镇头拢无，我就知影讲这假啊！吼，这连那树里生，搁竹破也树乌哩。所以咱台湾人吼，真爱有中国人骗个吼，哥哥，你讲阿扁也好啦，还是社长定要去中国要去寻根啦，找无啦，你找着蛮假吼。啊，那么日本时代嘛，甲咱台湾人发明话吼，啊，叫咱爱学日语啦，吼，叫做国语，吼，爱学穿和服啦，穿学食沙司面啦，穿目镜有无？啊，我做囡仔，我目镜我有穿着了吼，起哩国国安尼吼。好，那么战败国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所以嘛，保存本土台湾人有85%以上吼，原住民的血统，我改用原住民哦，咱是原来这块土地主人吼，唔好袂记吼，哎，你是客家官庙公。那么战败国荷兰人，迄个郑成功打败。所以荷兰人迄两千几个人，哦，拢等于巴达维亚吼，印尼哈。那么政治王朝虽然叛变，哦，又代清甲灭哩。迄阵嘛是甲代清嘛甲政治王朝台北市的拢个掠掠俘虏，拢掠等于代清，哦，无要老大家搁互伊继续搁集结，含这个平埔族家家做规军要搁反清复明。所以拢掠来当，所以政治王朝嘛留无啥物基因落来。大清帝国伊管台湾用海禁，伊无爱互大清遐个人过来遮，干那派官员来管尔吼。啊，因派来官嘛无爱互你住遮连任哦，所以因派来干那定住三冬。啊，三年官你捌听着三年官两年满，是呐，三。中国大清，因咧中国系统汉民族个吼，华人系统就是拢咧外贪污外国，因来就是赶紧两年内底就贪甲落地拢满满满，就干那等要转去。哎，因干那会当，迄阵都爱有吹南风，好不好？哦，四五月开始吹南风个时，才会当转去。因迄阵船啊无机动力量啊，拢爱靠后旁人，哎，因无像。后壁用三角帆会当调整风量，因都要靠直帆。哦，吹南风，都船会当为南等于北边，吹北风、东北季风有啊。哦，寒天干那会当派官员来台湾。啊无，你若反方向，迄船啊驶袂到。哦，那咧东北季风，你大清的官满，要转去无都转去，迄风拢吹安尼落来，无都转去。就要等到明年五六月啊，开始吹南风，吼，开始等，吼。好，那么大清帝国，迄个大日本帝国打败，甲午战争打败，所以因咧签这个下关条约，就是马关条约，内底有一个条文，含大清的居民住伫台湾这个甲平和这个人，予你两年的许可期。你这两年给我日本管，啊你若管到感觉给我日本管歹，你会当变卖家产，你等于恁大清，吼、哦。所以到尾也留落来足少，总总统计头剩8000几个人有留落来，哎、啊，拢是留伫咧做生意的，吼、哦，啊是咧做代理的，吼、哦，代理跟日本做生意的这款人。所以迄阵台湾日本人来管的时，1895年，
台湾的人口超300万，台清有留在这的人，是在咧做生意的，无到10000人，你甲当作10000，拄啊3:1，所以比例是3.3%，吼，占台湾的血统，所以足少的。所以大日本，那么大日本帝国，1945年8月7日，吼，用美国甲牵关注断了，8月15日，大日本的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所以日本帝国，因伫迄阵伫台湾有派差不多到尾40万人的军公教人员甲伊的家属，拢许蒋介石就要求讲爱甲拢遣散等于因的日本迄四大岛吼，因的本土，所以日本人嘛无留偌济基因伫台湾，好无啊？所以你安尼甲看，所有的战败国拢到尾拢转去，所以咱台湾还佫有85%原住民的血统，就是你甲你的血抽去，这个北部你会当去马偕医院的这个林玛丽教授吼，医师，伊专门拢咧研究台湾人的 DNA， 你会再要抽血，用还是用唾液去验你的 DNA， 你就知影讲啊，你有偌济是对一族、边部族的血统，还是偌济高山族的血统？那若无，你会当去高医吼，高医呢？有检验科完啦，有咧验，吼、哦。啊，那么为安尼来看，咱就知影讲，咱正港台湾人有85%是本土台湾人，啊，你唔可以认迄个无到15%，加迄较少，你甲当作你是中国人，安尼就唔对啊，吼、哦。那么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户口填本，即马奈有从做安尼做直接一条乌。你看，这大清甲咱管212单，无甲咱做户口的这个填本哦，无做户口系统。日本人来台湾，伊真正要好啊经营台湾，所以伊真认真，伊要管台湾，伊要先了解。那么台湾有偌济什么款的族群啊？啊，伊拢讲什么话语啊？啊，这个族群是对一族的，啊，拢个调查做清楚。啊！你看，伊种拢早期拢用毛笔写，吼、哦，啊，这就是有一挂咱的身份的密码。日本人来调查，好比讲，伊若来到桃园地区，哦，啊，这些人拢讲客家语言的，啊，但是因原底是平埔族、马卡道族，啊，所以伊会甲你写讲你是，甲你写一个广，但是无代表讲你是。中迄、那个大清的迄、那个广东遐来移民来，唔是哦，是你是马迄、那个道卡斯族，不要讲你的道卡斯的族语，啊，拢用同化用家家拢咧讲客语，安尼伊甲你写一个广，好、哦，然后伊甲你写苏番，好、哦，那么但是你呐新店迄个复兴乡遐，迄、那个泰雅族。但是以后也要讲，这个因的泰雅族的话语嘛，家己嘛拢要讲。那么伊就甲你写，你是生番，哦，咱平埔番，甲你写苏番，高山番，甲你写生番。所以咱拢讲叫做番，佮有分青甲色的，好无？生番甲苏番，哦。啊，你若伫南部，哦，比如台南，台南就拢讲闽南语啊。啊！你都西拉雅族的，你不要讲你西拉雅语啊！啊！你剩下要讲闽南语，因为你一代一代，你看日本人安尼嘎嘎嘎，咱迄阵的爸爸妈妈就拢讲日语啊。哪讲卖中国人来，咱即马大家拢日语写写叫你不知道？咱都拢不要讲北京语啊。同款，300几年，383年，伫这个为郑成功开始，甲即马台南，所以台南。富城大家都嘛拢讲闽南语，都把西拉雅语拢忘掉了，因为迄用袂到嘛。啊，结果伫安尼情形下，主人你个西拉雅语拢袂晓，拢讲闽南语，所以日本人来调查讲，啊，恁都西拉雅族个啊袂晓讲你个族语，啊，剩下要讲闽南语，伊甲你写福建的福，无代表你是福建刷来遮哈，你莫
认为讲哦，阮祖先拢登山福建遐来，唔对哈、哦。所以这是咱的密码。中国国民党来发现讲，哇、哦，哎、欸，这袂使让台湾人知影咧。伊若知影讲，因拢是正港的本土原生啊，土生土长，伫几啊千年都拢伫遮，跟中国无关系呢。安尼就歹管，所以讲偏讲，拢该糊掉啊。我们都是中华民国的。我们都是中国人啊！啊，拍谢啊！安尼你就知影讲伊的用意啊，不要咱知影咱的身世。1945年10月1日。因中国军哦，头拄啊，几家人降，甲高雄降落来，因甚至拢想要乞食兵吼，派东鼎指挥落来。啊，迄阵台湾人去甲迎接吼，看着就够失望。本来因为甲咱骗讲，迄阵宣传单分落来吼，空飘落来，所有的台湾人都回归。中华民国祖国的怀抱，好不好？哦，不然台湾人是足欢乐哦。我咱战败国呢，啊，咱战败怎么战了军备来啊？咱唔知要安怎处罚，来安怎糟蹋？啊，一日来跟咱宣布讲，我们都回归祖国的怀抱。我咱感觉个，大家拢跳过来战胜国中华民国这边，台湾人就是短视近利。出卖家己，无坚持，无，会使讲足无价。伫安尼就是讲，中国人介好做新战喊话统战，所以台湾人做者阵，那个骗你做变中国人，啊，伊嘛伊家强接，本来想哦，咱的祖国一定足强壮的吼，因为有法度拍败咱日本军容壮盛的这日本军。结果去码头看到，大家拢害头，就知影讲啊惨啊！即款三年来吼，咱台湾人包惨的，啊、所以无偌久就发生二八事件，吼、哦。即跟文化水准、生活水准关系有差。你若即马叫菲律宾来甲咱管吼，咱绝对甲菲律宾人，咱一定甲抗爆啊，甲拍巴死吼。你无水准的，要来管咱这有水准的哈。Okay. 好，那么这是今年2000哦，旧年了哈。2月2日，这个被要求撤销户籍住籍熟啊，台南市政府斥内政部管太多。咱这个学员，你若要讲电话，去后边好不好？你若要讲电话，去后边好不好？去外口讲，因为你那影响到。应用到大家上课的哈。那么这个原因就是讲，日本时代有些说法呢，因伫因中国人咧讲咧，并非法定原住民族。伊讲，这台湾市政府次内政部管太多，你希腊雅族也批霸道。原因就是讲，希腊雅族伫台湾市政府因的议会已经有通过因。就是原住民族，台湾的原住民族，但是内政部唔敢答应讲承认，因为这族太大族了，百几万人，尽所有的高山的16族加起来，无超过60000人。啊，你这族搞加了就百几万，到尾人的两倍啊！啊，迄个原住民族补助款，迄个饼就是遮大块，即马佫加两倍人要你来分，啊，本来。原住民族的一轮，爱搁个拆做三分，爱两分，爱搁分出去吼，希腊雅族，哦，当然惊原住民族起来抗议，啊，内政部唔敢答应，吼、哦，啊，所以一直拢挡，无爱好通过。但是高雄市甲屏东县嘛响应，这个台南市政府哈，说翻就是一直平埔族了哈、哦。啊，咱来了解讲。中华民国军政府，伊安怎来统治台湾？伊
伊用对六条就甲咱台湾人起甲服服帖帖。吼、哦，来咱来看，第多杀精英，二二八事件，利用二二八事件，有计划甲咱台湾人的三万的精英拢杀死。啊，这三万的精英，伊的这个资料哪来？就是蒋经国这个情报头子，吼、哦，首先的。派伊个情报人员伫台湾，吼、哦，即间谍拢各乡管管区，吼、哦，所纠察当地士绅、大地主的名册，所以利用你，啊，搁即个有领导能力的精英，就是即个读册人，按照即个名册，总搜查，差不多利用二二八事件，中国军的正规军入来了，吼、哦，美式装备入来，装俩装台。啊，这三万的精英是日本政府开五十年做训练出来的精英，这大家拢像柯文哲这级的，哦，结果又抬了了，所以因咧笑讲咱台湾人无人才，啊，都人才拢你抬了啊，哦，而且是安怎讲，台湾人每一届，为你看，大清讲咱台湾。三年一小乱，吼、哦，五年一大反，哦，就是台湾人会来，这拢要反抗的基因呐、啊。但是这个反抗的力道会愈来愈弱些呐，因为你每一届反抗都是用台，吼、哦，荷兰人来，你若反抗台，郑成功来，你有搁去了反抗台，那么换台清来嘛，赶快你反抗就是台，日本人来嘛是安尼，你若反抗台。像过尾来，国民党来，即个杀了上严重，哦，三万的精英又杀掉，所以，因为笑咱无人才，讲咱台湾人软只，啊，较勇的拢给你杀掉去啊，所以较软只的、较唔较软只的女孩子结婚生个囝，佮愈软只嘛，这正常嘛，对不对？啊，拄啊，这四八年来，咱拢咧做，咱不是咧换国籍。连咪荷兰国啦，连咪大明王朝啦，连咪大清帝国啦，过来大日本帝国啦，即嘛中华民国啦，好哇？咱拢咧换国籍，吼、哦，佮拢唔是咱主观的，吼、哦。哦，精英去台钓，即精英会当领导抗暴啊，即嘛无领袖啊。好，你那边抗争除了领袖，了你嘛爱有钱啊，但是伊来甲。搞垮台湾的金融、经济跟民生。中国人来了，哦，发现台湾真在报道，哦，糖、油、米、盐、啥啊，什么物件拢有，拢足充足的。因为台湾不善防腐哈，稻、哦、米一年两收，寒天搁加收一个杂粮、大豆啊，还是玉蜀黍、反弹期。那么，因来了，迄阵拄好咧国共内战，把台湾的糖、油、米、盐拢搬搬去。中国遐去支援内战啊，一半倒卖黑市，下里个咧落地啊！伊迄阵来用纸、卫生纸，用纸甲咱换咱的真正的物件。哦，你有保温杯吼，这一百块，伊用伊个咧印啊，一直印。你所有物件，伊拢用纸甲你换换掉。他说应该。我到台湾人出来钱一堆，到尾啊，讲要买一刀米，爱派几部地钱出去买，迄就是通货膨胀，有无？到尾啊，甲你四万换一块，有无？就是这個原因哈、哦。台湾本来鱼米之乡，米出足多，结果台湾人无米好食，食安之签。迄就是战后。我比拢有分去中国哈、哦哦，我那无来，大概来到这啦，练功好了，支气管在咧贵宾啦。啊，那么、哦、对，我都无食槟榔，无饿着，有啦，有食有食吼，啊，食足够，拢食了规身骨变干嘞，嘿，真正。不过迄阵啊，寒天只要台湾人会食槟榔，无我跟食头就流汗，
啊，若倒掉钱啊，头壳都戆，比食酒醉较醉。我迄我若去食了倒掉钱，饼干无掉进，头壳安尼一直戆一直说。就像讲，即卖寒流五，总共五度来，你若迄粒青啊食了吼，这衫就褪到剩一领内衫，你啊看，吼、哦，搞垮经济民生就是，甲咱的咱台湾人要食的上基本的米，拢运转去中国，啊，所以包括建楼几啊年啊吼、哦，我做囡仔，我含住钱嘛，食有够济，迄阵。韩志先唔是食青呢，佮用白干呢。哎，做滴早期无啥物农药，所以韩志做滴迄酒糖、草叶、草香的吼，哦，迄煮咧规下规下，拢一个臭味，啊，要么就食掉去吼。所以伫五六年前，我有一个伊落咱的农企所有发明一个新的品种韩志，啊，我有朋友有送我种，我种了我煮饭啊！我甲阮爸讲，爸，我煮番薯烤饭互你食嘛。好嘛，哦，番薯食日本迄落煎熬食足济去啊！伊只食甲惊着。啊，但是我都爱食伊，伊毋知影讲迄改良了加做好食。啊，我若煮啊头乌三四块啊，甲盖伫个饭内底，互伊食。伊即马食着，哎呦，哦，啊即马番薯加真好食吼！吼，万一讲偷工要甲我偷番薯顶去种。所以伊迄阵的一个概念就讲吼，韩志谦吼较早草药食太济个吼，所以搞垮金融，你来看尾啊换，伊换恁足侪钱啊，换开始来，我甲你四万换一个有无？即奉令以四万元比一元折成新台币，有无？四万甲你换一个，即嘛？你看因足个创步个，连伊用纸甲你换换转来，啊，你厝即嘛钱？古代表一堆啊，啊来一块新代表，你啊摕四万块的古代表来搞我，啊咱搁要换转去。你这么个想，咱那油讲要起一个一块，起一个一趴，到那哀求，这起四万倍呢，有无？咱那讲一斤肉、猪肉要加十块，哦，总共加你10%好啊，起十趴，咱就哀求。这四万倍呢？你看台湾人迄阵有可怜无？大家迄个八角光光啊，台湾人三屁屁啊！哦，这讲叫做接收台湾，唔是，这就叫做接收台湾，抢劫的劫，接收台湾啊、哦！台湾人迄个八角，大家拢散吃。你迄阵闹四千万好家人吼，即摆讲四千万好家人，四万偌一块，你即摆存一千块，咱这一千块一工就开掉去啊，对不对？阿妈这边啊。来唱，啊！台湾人迄阵阁是日本人管甲足好诶，台湾人日本人管50冬，咱就脱胎换骨啊！呐，台湾人修法、修信用、修时间，对不对？修信用就讲，阮爸爸妈妈因咧讲，阮迄阵为共主的尊崇啊，那着阁写啥物契约？像即摆中国人来了，契约写日本、日本，阁出代志。迄就信用无嘛，啊！日本人是毋是作收时间呢？教咱台湾人作收时啊，所以干那火车你个用火车来讲，火车日本时代拢讲上加万分哇，万一分钟、几分钟安尼。中国人来了，佮改误点一点钟，一分钟佮一点钟是60倍呢。你就知影讲，咱真正是较先进的大日本的台湾人吼、哦，啊，叫咱的话。中共的中国人在管，那么你下当嘛为只看讲，台湾无许个，唔是台湾甲平和，唔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因啊，伊甲要换新的代表，你哪会无爱用你的新的币制，用你中华币嘛？因为你美国有美金嘛，英国有英镑啊，法国有法郎啊，有无？日本有日元啊。啊！你既然讲台湾偏好你的，啊，你来无发行你的中华币，那还佫用换，本来是台币，啊，即马用一个加一个新，啊，你来无甲台币改做中币，表示你无台湾偏好的主权嘛，我只看会出来哈、哦。好，
过来，甲大地主变小地主，地主大地主嘛是地方的头人，完了地方发水的根党，要招人来抗暴，原来招几人，就调下开意思。像即摆民进党若要招要来总统府头前，开台个人大大抗议，是毋是地方有调下招游览车一车一车，招招和广东部统一派游览车站起来。伫大地主就迄个角色啊，但是即马大地主个咧变小地主，伊个咧用啥物？耕者有其田有无？三七五减租有无？甲恁只大地主八家变小地主，我你嘛无得哩啊！现在伊用这个啥物土地改革讲好，做成功做好个，无你那唔住因恁中国往哪里？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因为伊无为中国占土地来台湾嘛，这土地拢本土咱台湾人的地主的，反正唔是我的土地，我中国人向来到这啊，凊彩给你切切刮刮的分分的，把恁这土地分分落遐佃农，有无？唔是伊的土地，伊刮了袂听，分刮了袂听嘛，吼、哦、啊，所以就大地主又分甲分刮甲变小地主，哦、变无力哩吼，因为你若要。请人去游泳，即马你得爱甲出游览车钱呢？你爱甲出便当钱呢？有无？无即马无人要。你看近两三年，毋捌听到民进党招讲要开台个咱大到要抗议马英九，马英九做个哈烂，咱也无爱过去抗议。即马拢说少年仔家己用网络 line 哦，有无？迄洪仲丘的白山金有无？25万人。唔是民进党发动的呢，是遐少年的，家己角色用 line 用简讯安尼发，招招大家都中意啊，好无？无动员啊。好，过来，台无死的，抓无了的，白色恐怖。就是讲你呐，讲话无合，国民党听。你有可能就抓抓去绿岛，遐乖吼，遐唱绿岛小夜曲。啊，真侪人安尼莫名其妙，啊，就准半暝风沙也无看人。过来，敌性反转，身份错乱的移民教育，敌性反转就讲，咱本来跟中国军是敌对呀，但是伊来甲咱讲一句讲，所有的台湾人都回归祖国怀抱，好吧？咱准跳回来做加入敌对阵营，中国人这边叫做敌心反转，身份错乱呀，有无？咱本来是大日本的台湾人，到今麦跳回来做中国人，啊，这是一个愚民教育嘛。啊，你一直讲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是汉民族的后代，还是登山公的后代，主人你家己就身份错乱呀，你也。啊，搁会记你看咱为小学，就甲咱小学迄个作业簿掀开后壁有无？拢写一个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有无？你会记袂？啊，意思讲你若无做中国人，你就不是堂堂正正，就一定奇奇歪歪。啊，当然大家拢嘛要来做中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爱做歪哥的歪歪奇奇的台湾人。啊，搁用心理战。你若讲台语讲方言，挂告白啊！我说方言，是无？啊，无罚钱，罚一角几角。啊，我迄阵我无钱方法，我不是嘛向罚徛。第一届罚徛，第二届就罚举椅啊，搁第三届就举啥？举水桶，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水叫你举。啊，你举了一定手软手酸，就倒到规身躯澹漉漉。啊，若热天去。好，光天你就讲到是时阵，咱是安尼用糟蹋，去用安尼洗脑糟蹋，互你讲你若讲母语，就是无水准啊。过来用假民主选举，即摆选举就根本不是在公平的起跑点嘛。国民党掌握高雄的这个媒体，无论是电视、报纸。你无看讲民视内底，也是这个三立新闻，
好，咱有讲好多三明治嘛，三立电视台、民事新闻、自由时报，好，这号称三明治。伊就是讲，因拢内底都拢一定拢台湾心，无一定哦。迄足侪内底主管拢是中国，因为所有的一般的记者，台湾人拢做普通记者，中国人拢伫内底做经理级的，做编辑哦。你审议恁遮台湾人去采访入来的新闻看，哦，这报了对国民党歹，啊，这卖报修改。我这条报了对民进党有杀伤力，报较大片呢。所以媒体的解释权，还是历史事件的解释权，拢伫中国人的手里。哦，这伫咧先选举的时阵咧，选战咧拍都有，台湾人都吃亏啊！哈，啊，过来，因为东山会当买票，佮配合因的行政资源，哦，有甚物好康的官位，哦，包括黑白挂钩。你若听我的，你要去做八大行业，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要卖出人命，我拢甲你掩护。哦，你无代志，哦，你卖拍死警察，拢无代志。好，所以伫安尼经营啊，欧德嘛是买票的帮凶。基本来选举前头一礼拜，李长、林长就出动啊，佮加一个欧德。啊，一般拢寒天拢穿大衣夹克，欧德的身躯内底拢唱一身神明，那么关公就是妈祖。啊！李长、林长若发钱给你，你收了，换乌在出面就很贵。这新民有看到，票爱投出来。安尼新民还要绑架伊啊，迄个恐吓啦！啊，你看安尼这个选举，好食啦无？全世界无人安尼啦。竟然人会当甲新民绑架来，那迄件选票一定爱投出来。啊，所以台湾人戆滴就讲啊，安尼有讲收钱，啊，新民够看了，不嘛？四票嘛，两票，爱投出来给国民党的候选人，哦，啊，种种安尼，咱特别选的呀，哦，咱当然台湾人拢软卡去啊，无人无钱，哦，对啊，好，咱来看，为荷兰时代开始有外来一挂新的作物。荷兰人迄阵，1624年迄阵是海上强权的国家，全世界咧找找好新的品种，哈，啊，所以然后的品种也引入来台湾，啊，像这番石榴，哈，番茄，啊，你即摆有只你会看到讲，哎，那为外国引入来，拢会加一个番，啊，这番仔姜。那台湾的姜是种伫土脚底有啊，啊，这发伫半空中的，这番仔咧食，番仔姜，过来叫做番薯、番薯，好，啊，这番麦有啊，玉竹煮这番麦，好，啊，包括咱咧用的番仔花，好，对吧？这拢是外来的，好，这唔是台湾在地发明的，好，啊，但是。荷兰人迄阵嘛，佫引一个物件。荷兰人头毛红红对无？荷兰人咧用的土叫做阿毛土。我较早唔知是甚物东东呢？嗯，爱着混混态叫做阿毛土，水泥啦，水泥哈。原来迄是荷兰人咧用的土啊，所以佫阿毛番咧用的土嘛。迄阵拢讲荷兰人叫做阿毛番，啊阿毛番引进入来咧用的阿毛土。嘿，看一头叫叫电壳壳，哦，讲做阿摩陀，阿摩陀是安尼来的。好，那么咱家己拢讲，咱是台湾人，叫做汉籍啊，讲汉籍啊，听有无？佮爱看尾音嘞，汉籍啊。那闽南语呐，看尾音的拢较歹，拢较细。车较大只有无？车就较细只，卡达车有无？拖拉机较大只对无？咱咧讲拖拉机，无人咧讲拖拉机啊，啊对不对？侬嘛讲拖拉机吼，你就知影讲较大只。啊，咱家己自称咱是番薯仔囝，番薯仔在咧细条，佮伊个囝哦，佮较细。
啊，台湾人一个足无自信的，啊，竟然因中国来遐来遐做兵，吼、哦，咱也像咱像我去做兵，遐老兵拢做个老士官长，拢三翘的啊，已经升袂起了，拢嘛讲叫老乌啊，有无？唔对啦，因都啊个叫。因就爱个叫新汉子啊，因番嘛外来的嘛，番薯啊，吼、哦，对不对？哎、啊，咱乌啊是咱本土出产的，咱是在地，嘛莫叫乌啊，乌，咱是乌，咱是台湾乌，啊，因叫做汉子啊，吼、哦，咱讲多边讲，甲外来讲叫做乌，啊，咱本土讲做番子，好无？汉子啊。唔对啦，咱拢讲得变吼，大家了解者吼。后盖因遐老兵爱个叫做老汉子啊，哦，唔是老乌啊，哦。好，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吼，咱来看，咱拢错把中华民国当作我国有无？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把中华民国当作我国，这是讲因连民进党嘛，跟你讲，这是。最大公约数有无？哇，这真正作假来嘞吼！而且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这就用洗脑言嘛。台湾人是台湾人，哦，美国人无可能讲我是美国人嘛，是英国人，要打个判一个。哦，所以有些朋友那确实我伊那咧讲啊，咱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吼、哦。我老公现在你是人嘛是狗啊，差不多嘛吼、哦。我那个小看哈。哦而咱伊陈云林两千空白年来台湾做咧，好，迄阵来马英九下令，为桃园机场甲台北市沿路袂使有中华民国车辆机出现，所以派伊个警察咧搜查，然后看到中华民国旗啊，拢爱甲抢落来，甚至抢上长长压落长个单本做人，啊，日军诶吼，竟然人中华民国无爱，吼，马英九无爱。民进党的人，跟中华民国旗啊，在咧捍卫中华民国，安尼有读较歹无？连民进党的人读较都袂清楚吼。连到台北市五千个旗赢阿飞，啊，马英九爱派中华民国警察甲保，惊民进党的人去甲抢落来，搞破、甲放火烧无？所以保这马英九因老大哥，吼、哦，迄、那个。迄阵就做胡锦涛伊个旗啊嘛吼，因老大哥个旗啊，所以迄阵啊，我嘛有去参加这个抗议游行，但是阮屏东若起来拢透早起来，啊两点爱到现场，啊游行到四五点的时候，爱来到凯达格兰大道，但是头啊拢是细卡咧演讲，啊阮拢头五六点就爱准备爱走啊，因为伊个人足济吼，啊，我若无较早走吼，搭车啦，有时啊转到厝都要三个半暝，所以一般我拢会提早走。啊，伊个真正哦，人有够济，号称了六十万至八十万，那么结果嘛是搭车，啊，所以阮开去桃园的这个民间的这个休息站吼，阮有订到伫遐食到，哎，一到迄阵拢食千二块啦吼，无当食做，但是阮迟到。阮订个桌吼，用占去啊！啊，你去迄阵拿迄个空椅，拢年纪较大。我迄阵去，我算较少年嘞。所以迄阵拢做个白头毛，啊，结果看一堆白头毛伫遐食饭啊，伫阮个桌上咧食。啊，阮去甲迄小姐反映，啊，服务小姐可能新来，探头看，伊讲好了，啊，迄桌阁食无偌久啊。意思讲，因连要食完了要走啊。啊，在迄听个，我改成讲。哎，拢白头毛哦，啊，连咪，佫食无偌久啊，啊，所以讲起来足趣味啦吼。即摆你招无人要抗议啊吼，我去迄场吼，安尼。佮来咱来看伦敦奥运会吼，2012年，本来伦敦奥运会嘛，甲中华民国车辆旗挂伫遮，啊，强啊抗议，啊，所以造成伦敦奥运家己自知理亏，我呾家己啊伫准收落。你看这台湾人搁底下咧捍卫中华民国有无？啊，这就国民党教育成功，把台湾人拢教变
认同中华民国，认同家己啊中国人，包括电影三太子吼，伊讲讲咧爱台湾，三太子嘛伫伦敦奥运会咧发中华民国旗啊，而且电影三太子是2009年单局伫高雄办四大运的时，请个抓袂掉，啊嘛又加遐咧哦咧发，啊你看遮拢全少年啊呢吼。这少年啊，嘛是国民党加加并进党中华民国，哦，这是咱吃亏哈，咱有一些那成功的哦，真好的证据了哈。啊，所以伫安尼证，咱当年拢咧讲哈，哎，去年6月25，张志军和国台办主任来，迄届就无这个现象啊，下年期也无，五千期也无哈，表示讲咱咧提醒台湾人爱觉醒，哈，我那有进步了哈。时间的关系，我今仔讲到这，多谢各位，明仔继续，谢谢。